那所以今天这次的感受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对啊，因为大家都是我想来做新的一个版。嗯。啊，现在我们可以。别的电影啊，然后遇到演得很好的一些演员，他演的角色就心里就会站在里面，就反正有很多想挑战角色，然后等未来慢慢成长，然后这个自己的把握程度再更高一些的时候再去试一试。看到了，我现场全是迷之微笑。我们这样照顾到这边一个，照顾一个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请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对于支持你的这个粉丝和今天给你投票的观众来说，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？欢迎大家支持年底我的新电影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。一定会支持的。好的，这样，因为时间原因啊，然后那个天喜接下来还有别的访谈，然后我们让他拿着奖杯和证书，然后再记下这个帅气的时刻，也一起见证着他的成长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看一下，那我们现场全是迷之微笑。来，还有两位媒体同好，来，你请。嗯，有没有给自己立个什么 flag？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最佳男主角？不敢想，就是不敢想，就以后看自己的能力吧。加油！能透露一下最新的工作？最新的工作计划就是，因为前两三个月一直在剧组拍戏，然后很多的商业拍摄，然后很多的工作就一直堆到最近这段时间，所以就一直不停的在忙，一些就是艺人方面的这些工作，然后之后音乐、影视都会有继续的。Sunshine